谋诡计，要陷害刘毅。刘粲叫人对刘毅说，奉密诏，京城马上要发生事变，你们最好把盔甲穿在衣服里面，以防万一。刘毅老老实实的命令东宫将士照办。刘粲派人骑马将这事告诉靳准和王审。靳准去对刘聪说，皇太帝要造反，东宫里人们已把盔甲穿在衣服里了。刘聪大惊失色，问真有这事？王审等人冷冷地讲，老早听说皇太帝图谋不轨，小臣多次忠告皇上，陛下总是不信任我们。刘聪立即命令刘粲发兵包围东宫。刘毅当时还担任大单于，许多底枪的酋长都是他的下属。靳准和王审抓了十几个酋长，把他们的头拴在高高的木架子上，身子悬在半空里，又用烧红的铁条刺烫他们的眼睛。这些酋长忍受不住痛苦，只得诬认自己准备和刘毅谋反。刘聪看到假供词，以为都是真的，便对靳准和王审说，我这才知道你俩确实忠心耿耿，你们一定要知无不言，不能怨恨过去，我对你们言而不用。于是东宫的官署和刘毅亲近的大臣几十人被杀，侍卫东宫的士兵15000多人被活埋，平阳街头巷尾凄凄惨惨，空空荡荡，人们躲在家中怨恨悲泣。刘毅被贬为北部王，刘粲又指使靳准偷偷刺杀了他。刘聪只有这么一个亲兄弟了，还落得如此下场。刘毅为人宽宏大量，很得人心。底枪不足因为他受冤而死，纷纷叛变。刘聪又派靳准将他们镇压下去。这次事变发生在317年春天。几个月后，刘粲被立为皇太子，领相国和大单于，皇位终于在望了。刘聪在死前的3-4个月还把王审的一个14岁的养女立为左皇后。尚书令王建、中书监崔玉之和中书令曹寻都愤愤不平，他们向刘聪进谏，六宫嫔妃都是公侯的后裔，怎么能让宦官家的一个婢女后为养女，充当他们的主人呢？臣等以为这不是国家之福。这些话惹起刘聪万丈怒火，竟下令把这三个大臣送到闹市去斩首。监斩官是靳准和王审，王审用手杖敲敲王建的脑袋说，庸奴，你还能和我作对吗？老子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王建元瞪两眼骂道，庶子，断送大汉的就是你和靳准这些鼠辈，我要到黄泉之下禀报先帝指刘渊，将你们抓到地狱里去判罪。中书监崔义之痛骂靳准，你的心如同要吃亲娘的削，要吃亲爹的敬，一你是国贼，你要吃人，最后也要被人吃掉。刘聪死后的第二天，皇太子刘粲得意洋洋地坐上皇位，尊刘聪的皇后，靳准的女儿靳月华为皇太后。刘聪另外的几个皇后也各有尊称，他们都还不到20岁。刘粲刚死了父亲，一点没有哀戚之情，反而嬉皮笑脸，和这几个后母不分白天黑夜的胡闹，宫里搞得一团糟。刘粲自己的靳皇后也是靳准的族人，靳准因而骤然成为第一号红人。他在刘聪临终时已被任命为大司空，领司隶校尉。这时靳准对刘粲说，王公们在交头接耳商量着篡权夺位，把大司马济南王刘季捧起来当皇帝，请陛下先发制人。刘粲将信未信，没有动手。靳准又叫靳太后和靳皇后在枕头边上说服了刘粲。刘粲随即将太宰刘景、大司马刘季、居济大将军刘成、太师刘 IMG 以大司徒刘麦麦等都抓起来杀了。刘粲又在平阳检阅将士，准备对付愈来愈不愿听从调遣的石勒。他拜刘耀为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坐镇长安，又拜靳准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军政大事全由靳准说了算。
竟准趁机任命他的堂弟晋宁为狙击将军，靖康为卫将军，所有宫廷的警卫都被他的弟兄们控制着。刘粲登上皇位没有几天，这个皇位就有人觊觎了，此人便是掌握了朝廷大权和宫廷警卫的晋准。晋准准备动手，万事停当，只是还想取得德高望重的金子光禄大夫王岩的支持。没想到王岩对着使者大骂一通，转身上马疾驰，想去禀报刘粲，不料途中遇到靖康。靖康眼见王岩怒发冲冠，估计情况不好，就将王岩扣押。靖准知道时机刻不容缓，立即发兵入宫，进了光禧殿，坐上皇位，同时派人去捉拿刘粲。刘粲正在宫中和那些年轻的太后饮酒调情，突然听说有人造反，还当仍是兄弟们报仇，吓得钻进龙床下面。那些侍卫进宫直呼司空请皇上升殿，刘粲才放心爬出来，拍尽身上灰尘，喜笑颜开的到光禧殿去。哪知皇座上已高坐着晋准，对他当头一顿臭骂。刘粲看到卫士们个个怒目相待，刀已出鞘，赶忙跪下叩头，请求饶他一命。哪知晋准一声令下，他立即被拖下砍了脑袋。晋准随即捉拿在平阳的刘家男女老少，除了晋太后、晋皇后外，统统推到东市斩首。他又派人挖掘刘渊、刘聪的陵墓，刘聪的尸体还没有烂透，于是割下脑袋示众，同时又把刘家的宗庙全部放火烧得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。晋准自称大将军、汉天王，重新任命文武百官。他对安定人胡松说，自古以来没有胡人做皇帝的，现在我把传国宝玺交给你，请你送回晋廷去。胡松不敢受命，当即被杀了头。晋准又派人去联络东晋的司州刺史李举，对李举说，刘渊本是匈奴屠各族的小丑，成大晋内乱，擅自称孤道馆，致使怀敏二弟死难。二弟已体尚在，请速速派人来迎。李举一听，还当是在做梦呢，再次询问实情，才知是真，赶忙派了专使骑上骏马，飞报健康。晋元帝喜得，立即派出太常韩胤等去奉迎二弟灵柩。晋准将平阳内外安排妥当后，释放了王岩，任命他为左光禄大夫。王岩双脚直跳，指着晋准大骂，你是逆贼，我岂是逆臣，快快杀了我吧，挖出我的左眼放在西阳门上，可以看到相国刘耀入城，右眼放在建春门，可以看到大将军石勒进兵，共同将你这逆贼碎尸万段。晋准哪容他再骂下去，一刀就送了他的命。刘耀和石勒在外听到这些消息，就如晴天起了霹雳。石勒带了五万兵马进屯平阳东南的襄陵，晋准发兵去攻打，石勒坚守不战，派人联络刘耀，约同会师进军。刘耀大军到达赤壁二，正遇见平阳逃来的太傅朱暨、太保呼延晏、太尉兼尚书令范龙，他们哭诉刘耀生母及兄弟们被害，刘耀失声痛哭，对天起誓要立即进军报仇。呼延晏等人劝他说，国家不可一日无主，不能让逆贼汉天王的名号声扬四海。刘耀正中下怀，当即就在赤壁设坛祭天，即汉帝之位。在刘聪死后的同年十月，刘耀知道石勒很难对付，要多给点甜头才行，立即任命他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加九锡，增封十郡，晋爵为赵公。石勒进攻平阳，沿途八底羌各族归顺的有十余万户，石勒将他们全都迁移到自己所统辖的郡县去安家落户。晋准听到石勒和刘耀两路大军先后逼近，胆寒心颤，他派侍中卜泰带着皇帝用的车子和衣服去见石勒，要求和解。石勒把卜泰捆绑起来押送给刘耀，卜泰以为刘耀会立即将他千刀万剐，不料
刘耀却亲自给他解绑，劝酒压惊，并和颜悦色地对他说：刘灿淫乱母后，灭绝天理人伦，司空尽者能为黎民百姓出气消怨，使我登上大位，功劳多么大。如果能够早日迎我进入平阳，军政大权还是让他独揽，至于祭祀一类的事情，由我出头来办。你速速回城，宣达我的愿望。卜泰回到平阳，四处宣扬刘耀的甜言蜜语，进准的将士们可就不想打仗了。只有进准犹豫不决，他后悔把刘耀的生母和兄弟们都杀了，担心刘耀是诓骗他。不久，他的堂弟卫将军晋康历令致婚，带着心腹将士来了一个窝里反，闯入宫内，杀了晋准。这个汉天王杀只有晋康的一个女儿，长得天姿国色，刘耀想立为皇后，但这个姑娘抵死不肯，哭着闹着要求和父兄等一起去死。刘耀算是发了善心，留下了晋康一个幼儿，让他能传宗接代。当晋宁投奔刘耀时，在晋郊的石勒军队进占了平阳，一把火将宫室都烧毁了。石勒为了笼络人心，派人修复了刘渊、刘聪的陵墓，把被杀的100多刘姓家族都安葬了。做完这些事，石勒派一些将士留守，自己带着大军回襄国去了。他同时又派左长史王修为使者，刘茂为副使，到刘耀跟前报功。刘耀任命这两个使者为将军，封列侯，并派司徒郭汜做专使，去任命石勒为太宰，领大将军爵位，从赵公进为赵王，又要石勒的使者随郭汜回襄国去。王修有一个舍人，左右随从人员的通称，叫曹平乐，被留在刘耀身边做官。他想邀功请赏，就对刘耀讨好说：石勒派王修来，表面上表示一片忠心，实际上要探探你的兵力虚实，等使者回去后，可能就要来进攻了。刘耀对曹平乐的话深信不疑。郭汜等走得还不远，刘耀派飞骑追回，又抓住石勒的使者王修，押到闹市上杀了。副使刘茂逃得快，一溜烟赶回襄国。石勒听到这个情况，大怒道：我对刘家尽忠职守，算是到顶了，他们的天下都是我打下来的，可恨刘耀一得势，反而想谋害我。赵王也好，赵帝也好，我自己会当，用不着他来加封。石勒对曹平乐更为痛恨，下令将他的三族都斩尽杀绝。刘耀和石勒虽已撕破脸皮，但这个时节谁也没力量吃掉对方。刘耀更不愿意进入破破烂烂的平阳，他原先坐镇长安，就把这有名的古都作为都城，国号也要重改，一切都重新开始。群僚们说，陛下原来被封为中山王，中山是古代赵国的地方，国号就改为赵吧。刘耀就改称汉国为赵国。刘耀改国号为赵，是在319年夏。同年11月，石勒也在襄国自称赵王，辖境有河内、太原、范阳、平原等24个郡，共29万户。同时又自称大单于，统治境内匈奴、鲜卑、氐、羌等各民族。石勒立国后，想起自己的乡亲，便派人去把老家五乡今山西榆社北的老年人、旧时相识的人都请到襄国来，欢聚一堂，畅谈往事。独有石勒的老邻居李阳不敢来。原来五乡素来产麻，每年收获季节，少年时代的石勒常和李阳争夺遛麻的水池，因而往往吵闹不休，甚至拳打脚踢。石勒对父老们说，李阳是一名壮士，遛麻打架是过去贫穷时的小事，我现在广有天下，还能深记匹夫之仇。襄国和武乡相距数百里，石勒又派专人去请来李阳。宴会中，石勒挽住李阳胳膊说，我过去尝够了你的老拳，你同样也饱尝了我的毒手。这话流传开来，就成为饱以老拳的成语。随后
李阳被任命为奉车都尉。石勒还下令说，武乡是我的老家，我死后落叶归根，我活着更应为家乡做些好事。武乡三代人的赋税和劳役就此免除。一个汉天王死了，却引出两个赵国来。历史上把刘耀的赵国称为前赵，石勒的赵国称为后赵。这两个赵国一时都忙于整顿内部，北方局势获得了短暂的稳定。